各位，告诉你，你帮我拿一下，他真的拿到这种东西，你要干嘛？行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拿稳了。好。哎，这是手机，不是了，为什么推不开？但是这个黑，我不敢拿。我照就应该做第一名的吧？真的啊，我刚刚看到这好，看起来是怎么办？什么脸啊？王思佳，你既然有这种想法，王思佳，王思佳一直幻想彭于晏，若是他们有合作机会，他一定会想办法玷污彭于晏，玷污一次都好。击败的哦，击败的。好，有了有了，对话对话对话，我跟你讲，有图有真相，他想要玷污的，有图有哎，有图有真相，我念出来给大家听哦。思佳姐，你睡了吗？No， 思佳姐，7月7号啊，要有一个电影首映会，你有兴趣吗？彭于晏会出席哦，映后。爱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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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脸，爱心的脸啊，真的。然后帅哥哦，那我带我妹妹去 cover 我，哈哈，再叫她帮我拍照，拍照，哈哈，当然是帅哥喽，记得给我留言，那天我不要拍工作，亲个亲个，OK OK OK， 好，而且还叫她妹，她本来是不去的，对，一听到彭于晏，马上还带妹妹去 cover， 你们都不会想去吗？对呀，你们都没有邀约，你们都没有。对呀，因为人妻了，不可能怎么样，所以看一眼就开心，对了，很容易满足。你最喜欢的就彭于晏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还蛮帅的，而且身材又好，对啊，身材又好，又会演戏，还有一封更 turbo 的宪哥，哇哇，搭配这个照片太可怕了，这个要搭配照片，哇塞哇塞，王思佳在脸书上直播，时常露胸露腰，超级养眼，你有想过你婆婆？公公看到这些照片的心情吗？心情对不对？我觉得各位观众，等一下，当然，我觉得这个爆料者完全是嫉妒太夸张了，这么好哎，还好，那是因为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好的产品，还有这种的内衣的这样的，哦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夸张了啦。各位，告诉你，你帮我拿一下，他真的拿到这种东西，你要干嘛？行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拿稳了。好。哎，手机不是了，为什么推不开？手机这种东西推不开了，推不开啊，推不开，这种东西我拼命推，拍谁？你拿火烧烧看啊！就是这就有时候就是一些好东西，然后要跟大家分享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一般女艺人，你知道他介绍的东西产品非常的range超宽，私密处洁肤，哎呦，对，胸膜啦，乳晕漂白霜啦，乳晕漂白霜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爆料者是谁了，就是这一位嫉妒心超重，因为你都接不到啦，我想要跟他拍。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，请坐，请坐。五分还可以变粉。哎 ，Hello， 乳晕。乳晕，我跟你讲，我都昏了。乳晕还可以变粉红吗？而且真的不知道哎，卖那一张是漂白，男生可以用吗？可以用啊，男生也要变粉红哦。我已经很粉红，真的，我不想看。没有，这边很黑啊。不用，很黑。哎，你以前是60年前的，没看过101中狗吗？哎呦，101中，跨尿膜店吗？哇哇！怎么不行啊？怎么摔倒了？不是，身为年轻人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彭于晏，现在避嫌已经来不及了。对啊，你们要好好面对，好好靠一枪，压力大是不是？我这张很厉害，讲那个手，那个哇啊，这个暴力好像就突然跌倒，然后对。而且这个好像是男用内裤的感觉。我跟你讲，最下流就是把它反过来看。哎呦，这几个这几个六月好难熬。来欢迎，欢迎上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上演。上演，你走出来的整个形象跟这张照片差别非常大。是啊，不一样哎。二话不说，先来看花絮一下。I can see birds flying。I see children smiling。When I think about。
对啊，因为这次我们花絮其实拍很少。I want to be with you both。对不起，这是这个是上次拍哪一个广告？是的，这都拍一个广告才会有，这不是这张的吧？ 不是，真的是。我没有这张睡歪了，这种。可是这个应该没办法拍动态。怎么可能？动一下就会乱。不会啊，你只要走光了。OK。真的吗？只要在这边跟我们讲几句话，我们就开心了。那除了这是年龄还有别的挑战？你有挑战男装、男装啊？有。其实除了这个是男生的内裤外，哦对，还有挑战一个是男生的西装。 哦，在十一月，可以给大家看吗？可以，你会介意我们给大家看太多吗？不会，哦，有骨味，因为它是我最喜欢的。哦，这个，来，就是我是身上抹那个婴儿油，然后只穿男生西装。谁抹的？摄影师。你啊？哎，是女的，哦，女的。你喜欢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喜欢的。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，好多哦，下巴。 那个衣服的那个皱纹，锁骨、黄金折数，都要。哦，指甲，有要刚摸呢。哎，哇，有。哎呀，切一切，走出来的时候你手这样，我们以为这是浴巾。对，很像浴巾，快掉了。因为这个材质很好。对，它有点容易滑下来。哇，所以他要表现的是滑下来。哎，请问您是星座什么？我是天秤座。天秤座。哦，那你刚刚你好表现的是哪里？我的锁骨刚刚有猜对。有，哎呦，哎呦，看好多东西。可是运哥，他从脖子一直到手背。 也是他的脖子长啊，女生一般脖子长，一定是更性感啊，但不能过长，过长颈图，长颈图 long neck。英文，他长短恰如其分。请问一下，男人必杀姿势是什么？哎呦，侧面的 S 曲线。哦，又是怎么样？哎呦，哇，真的，哎呦。 真的很像雨，真的很像雨季，转一圈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转一圈也来，雨轩侧面的来来来，刚刚的，预备气，哎呦，两边气，两边气，两个对凹，哇哇哇哇，你怎么可以冷落？三凹，预备，三凹，预备，哦，预备气。 买单，哇！买单，你要买单，买去哪？你要买单，各位观众，刚刚这一段，我们 round down 是没有，是我小弟个人纯招待。<是 S 2>